然后它应该是五行嘛，金、水、火、土，没有木。这，哦，这有个木，这还有一个。所以现在的挑战是同时踩亮两个之后剩下。估计有一个人得趴在这儿吧。来，我这块踩得了。他可以。我可以，你们去弄别的不得了吗？哇，真的为他设计的。对呀，你们去弄别的。你们踩上去了吗？哦，开了。开了，下雨了。我这个水怎么这么大呀？怎么感觉你们那没有水啊？我这个才大吧？那等一下去拿一下那个盆子。哦，我这有伞。我拿这个伞就可以。我感觉就只有水的水是最大的。滋啦滋啦。哇，你的水真的好大。我这个水是真水啊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非得有限的时间去答题，你答不了就一直被喷水。哦，对，他有一个提前过来，就是提板，有提板。五行合一，五行合一，相生相连，各色一路，互不交错，五路皆通，生门即开。不是，挪不动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的位置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一样，而且字儿也不一样。有笔吗？我们？我有笔。每个人记一下自己的位置吧。哦，懂了，再，来吧，那再来一次。我先记火的好了，好吗？好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写完。土。等会儿我先把这个给你们，一个一个记。哎，我给你。到我了，到你写了。我直接记了。我金吗？金是对的哈。啊，水。好嘞。你拿它垫着啊。那怎么还有人记着我的水呢？好，我好了。来吧，直接写吧，记住了。OK。